有什么可说的？当然有啊！最好说说在外边怎么喝酒嫖女人。你已经知道了？知道了，全村人都知道了，没有不透风的钱。既然知道了，那你还问什么呢？为什么又犯老毛病？行了，娜达利亚。馋嘴的哑狗！你为什么又来折磨我？孩子都这么大了，你难道就没点人心？你也太好听闲话了。 我是有些对不起你，可是那种生活你让我怎么办？天天在枪林弹雨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命就没了。我这才一个劲儿的喝酒，前两天还发了一次神经病。生活的路子不对呀，也许这全都怪我自己。最好能和红军讲和，回头来打士官升。 可是谁能替我去做这个说和人呢？你知道，娜达利亚，我脑子里都乱了。别跟我说这些好听的了，你缺够了得，现在又都推到打仗上去，这些罪我实在受不了了。真后悔上回莫泊斯怎么没有死。 能帮你点忙吗，格丽莎？没什么可帮的。哼，格里高利潘特莱维奇，你跟我这寡妇就这么厉害，说话连点笑容都没有，头都不抬。走开吧，你这个妖精！你让我上哪儿啊？去帮帮娜大利亚。
你看米什卡跑得浑身是泥。呵，你想的可真美，你们养活了孩子让我给伺候，没这份道理。你老婆像个光会下崽的母兔，她还能给你生上十个八个的，都让我给洗涮，那不得累死我。行了，快走开吧，全村里就剩你一个能给妇女开个心的人了，你还撵我，就是让我从远远的看看你那迷人的小黑胡也好啊。真厉害，真难为彼得罗，他什么都得依着你吧。这个嘛，当然了。好啊。我说葛丽莎，年轻的妇女都说这算怎么回事，年轻的哥仨可没了，你们葛丽莎回来又不离开老婆一步，就算他受伤了，就算他只剩下一半了，那就让我们喽喽这半个人我们心眼里也高兴啊。哎，我就跟他们说，不对呀，妇女们，我们葛丽莎只在外边才肯干风流的事儿，回了家她揪着媳妇儿的裙子才不放。人家在家可守规矩了，像圣人一样。你这条母狗舌头比什么都大。我就是这样人。谁要是遇上我，我会勇敢地让他都害怕。你好啊，亲爱的阿克西尼亚。你好。咱们好久没见面了。好久了。你的声音我都快忘了。太快了。是吗？咱们真的就没什么好谈的了？怎么不说话？咱们俩的话好像都说完了。说完了？也应该这样。树上的花一年才开一次，咱们的花就算谢了。没谢吗？说起来也奇怪，可就是我是怎么也忘不了你了。你看我的孩子都这么大了，脑袋上的头发也白了一半，可是我还在想着你，做梦都梦见你，一直到现在我还是爱你。我也是。好了，我得走了，总算又说了会儿话。咱们两个人的爱情不就是在这儿开始的吗？记得吧？全记得。戴丽，谁叫我？是我，阿克西尼亚。啊，你来一下。你找我有什么事吗？看耶稣面上，我有点事儿，你来。干什么干什么？这不是戒指吗？送我吗？给你，给你做纪念，是金的，戴吧。感谢救主。你找我有什么事？干嘛要送我东西？我想请你把格里高里给我叫来。哈，又想那种事儿。那你扯哪去了？
我是想跟他谈谈死接班的事儿，想让他给死接班几天假。啊，他你怎么不进去找他呢？不，我怕哪代丽亚会多心，这不好。行啊，我去叫他，我不心疼他。谁呀？睡着了啊？什么事？科斯沃也在吗？不在。有什么事儿？你过来。出事了，西道夫斯集团暴动了。什么？真的？科罗托夫开来的炮兵让步兵给缴了械，他们要在教堂旁边开全团大会。科斯沃也呢？他带着文件到麦德维茨克村去了。昨天我就看出来有些人不对头，快点行动。是，史特克曼同志。政委到哪儿去了？谁知道他到哪儿去了。共产党员们快去开会，走吧。不是去作战，用不着带武器。你们这些红军战士不害羞吗？你们在最困难的时候背叛了人民的政权，你们的军官已经成了叛徒，他们早就把你们出卖给敌人了。不要听波尔什维克的谎言，别听他的。清醒一下，你们的军官想用你们的手来绞死工农政权，干什么？干什么？想打死我们来得及。等一等，我跟大家说几句话。你们可以把我打死，打死你，可是让我把话说完，让我把话说完。你们可以打死我，但是我要跟你们说，清醒一下。别看你们的团长，史托克曼同志，史托克曼同志，把你们引上了错误的道路。可是共产主义还是一定能胜利。来呀，来呀！打死共产党员们，弟兄们，打死劳动农民的敌人，打他们，打呀！来啦！压了谁了？押来了敌人。你们看，那个小子就是十二团的。瞧，磕的连豆腐什么样了？
科特梁诺夫来了。看见了。瞧这个坏蛋，他还看咱们呢。快弄死他们算了，还让他们逛个什么劲儿？对呀，还留着他做什么？还要不要土地了啊？这个是你们村的吧？啊，瞧这狗崽子还挺神气的。那个哪儿去了？米什科克谢沃伊呢？没有他，今天就他一个。不过每人咬他一口也够你们咬的了。你躲开，朋友。我的老街坊。你好，达利亚。你说吧，我亲爱的老邻居，你怎么那么狠？怎么杀死我的丈夫彼得罗潘泰赖维奇的啊？不，达利亚，我没有打死他。你没打死他？你和可谢沃伊杀死了多少哥萨克？说。我参加了那次战斗。有理吧？达利亚，你躲开什么？你发疯了？他简直凶神不起了。这条母狗。怎么连门都不关好？人都哪去了？怎么？妈妈和娜达利亚呢？村子里怎么了？祖父老的过去了吗？真够惨了！我也哥哥，咱们嫂子这个该死的畜生，他亲手把科特梁王夫给枪毙了。你胡说些什么？索格曼和可西旺伊呢？部落里面没有他们，妈妈不敢跟嫂子在一间房子里睡，到邻居家去了。嫂子喝了那么些酒，醉得像滩泥，她在棚子外头睡觉呢。不，毒蛇。你们好，诸位老人家们。你好，将军阁下。请接受哥萨克们的这点心意。谢谢你们。您看，村子里只剩下一些拿不动武器的妇女、小孩和老头子们。哥萨克们正在各个战线上为我们的事业作战呢。Rest are fighting at the front, common cause. 麦列后啊，达利亚·吉莫菲呢？麦列后啊，来了。She looks nice. Yes. 哦，您就是麦列霍夫少尉的太太。对了。
现在我们再发给您500个卢布，并和政府嘉奖您的英勇行为，并向您表示深深的谢意，同时也请您接受对您的同情。我可以走了吗？好啊，当然可以走了。我们要奖励和布尔什维克做斗争的女英雄们。我刚才奖励的这位妇女是一位军官夫人，她亲手杀死了一个最残忍的共产党的委员。The woman over there is not his wife. She's killed one of these paid commissars. Look, 上帝，为什么领的？因为我枪毙了那个死鬼，让他在天国好好的安息吧。这个，凭彼得罗。你要放在哪儿啊？什么放在哪儿？我问你把钱放在哪儿？钱？我爱放哪儿就放哪儿。这点给妈妈，纪念彼得罗吧。请您好好的买点东西，祭奠祭奠。我要是再能够得一个十字章，就能成将军了。怎么着？军官们都上前线了，谁来教练这些老头子们呢？啊？那好，就得我出来教练他们。这帮老家伙们，我非好好的治治他们不行。我这样命令他们。老头子们，立正，把胡子抬一抬，说站位。起步走，老头子们就走起来，一二一二，给你，是吧？别淘气。别哭了，我快要死了，那大爷，看你瞎说些什么呀？你别亲我，离我远点吧。为什么？我得了脏病，这怎么办呢？你先别害怕，绝不让他传染给别人。有件事我想向你道歉呐，大理，我反正要死了。你看谁的戒指？你好好看看，别着急。谁的戒指？认识吗？认识。是阿克西尼亚的，他为什么要送给我呢？你想一想，让我把格丽莎给他叫出去，这你当时就一点没想到吗？也想到了，想到了，为什么事后不追问他？阿
可心里呀瞒不了我。愿意的话，我什么都能问出来。我不想再麻烦你。你说这些话不是可怜我，你是绕着弯让我心里难过。对了，你说对了，也别光让我受折磨。你很爱你的男人吗？我爱他。你是爱的，我就没有一个真爱的人。假如说我的生活从新开始呢，我也会变成你这样的人。就看出来这几天你有心事。你跟葛丽莎又怎么了？妈妈，她和阿克西尼亚又好上了。是吗？你从哪儿知道的？真的，妈妈，你别问了。这怪你没看住他，这样男人非牢牢看住不行。还能把它拴在裙子上吗？他头发都白一半了，老毛病还不改。就为这些事？这还不够受。你想怎么办呢？我还能有什么办法？带上孩子回娘家，不能和他再过下去。我年轻的时候也这么想过，他爸爸当年也不是个好东西。你要回娘家，娘家欢迎你吗？让孩子们离开自己的父亲，那怎么行呢？你这样做自己也受不了。我不答应，再不许说这话。不成，妈妈，我不能跟他再过了，不能再给他生这个孩子。胡说些什么？你简直是个没心的人。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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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行了吧，别把眼泪都流净了，剩点下回流吧。喝点水。上帝呀，他把我这一生就这么给毁了，我不能这么轻饶他。上帝，你惩罚他吧，让他不得好死，快点死了吧，好叫他别再折磨我了。上帝，你在咒谁？你惩罚他吧，让他死了吧。你还不赶快跪下，跪下呐，达利亚，还不赶快求上帝饶恕，求他别听你刚才说的话。你看你咒的是谁呀？自己孩子的父亲，这简直是犯罪。花十字，快磕头求上帝，求上帝饶恕你，求他赦免你刚才犯的罪过吧。快求啊，快点，快求啊。百科全书。
美术图片，这个是美术图片。娜达利亚，什么？娜达利亚拿个小包走了。几时？早晨就走了。临走说些什么？拿着哪个包袱？妈妈，我没注意。她包了条裙子，又拿点什么就走了，什么也没说。苦命的媳妇儿。这可糟了，这可要了命了。自己弄成什么样了？哎，别说了，妈妈。哎呀，我躺一会儿。哎呀，不要紧，不要紧。可怜的孩子，还站着干什么？快把床铺上，把干净铺盖拿开吧，弄脏了可不好洗。行了，行了。你就别操心了，快出去！这个傻丫头，走开吧，走开吧，这儿没你的事儿。镇上把大夫请来，你们就知道折腾我呀！又出了什么事儿？娜达利亚，她可真是个讨厌的娘们，这不是坑我吗？爸爸，你可不能进来！你可真是个魔鬼的女儿！你是老糊涂了吗？你还要往哪儿走？喂，你快点吧，你还往哪儿钻呢？人都快死了，你还慢慢腾腾的呢？快套车去，你不去我去。什么混丫头，你管我还早点，真臭不要脸，跟你爸爸就这么说话。大皮要给我盖腿上。妈妈，我要死了，给我穿上那条绿裙子，就是镶着花边的那条。格丽莎喜欢我穿那条裙子，别哭了，妈妈，别哭了。丹尼，你记得吗？
说你快要死了，你会活着的，你不会死，我可是到时候妈妈，你怎么了？孩子，妈妈病了，到我跟前来，让我看看你。妈妈，你不吃晚饭吗？那不能吃了。你要吃，我给你端了好吗？亲亲我，米什克。真像你爸爸，心不要像他，可别那么恨。还来不及，慢点跑啊，马受不了。神口累坏了。格丽莎回来了，哎，来晚了。雷电王国，为你们贵国干杯！啊 ，Mr. Kaber， 他们那个国家可真好啊，都没法形容有多么好了。我去过，对。你看 Mr. Kaber， Mr. Kaber 他还不信我们能够打败红军，他不信，不信，他把我们的军队形容得很坏，他却一再地夸赞红军。
太的白兰地，都盖上酒精了。哦，比酒精还是差点。我很喜欢这个风度啊。哦，您怎么这么忧郁呀、啊？有什么愁事？嗯？我的女人刚死去不久。这太可怕了。他为什么要尊敬红军呢？啊，尊敬，我是说尊敬来的吗？您刚说的。哦，这大概是不能。不，他不能说尊敬，他不会尊敬他们。我来问问他看。What do you think about radiolessons? Tell me please, my dear. Well, I've seen them marching along. I've seen barefooted soldiers going against tanks. 他说了些什么？等一等。You can't win if you're fighting with people. 他说他看见他们穿着破衣裳草鞋向坦克冲锋，他很吃惊。据他看来，这种人民是没法战胜。他混蛋，别信他。为什么别信？他的话不能信。怎么回事？他在胡扯，根本是胡说八道。为什么这种人民是没法战胜？可以把他们一部分消灭掉。相约的给他们判刑。我怎么说的？给他们判刑？不，要他们服从。这样，哎，知道要跟你说什么吗？你趁早回家躲着去吧。你贪生怕死，还给别人泄气。我们的事往后不许你提。快走吧，不走可小心有人要揍你。呀，驾，驾。大嫂子，听见了没有？听见什么呢？你没听见音乐吗？什么音乐？你问我这个是什么意思？你还不明白？要打咱们了，要把咱们五脏都给打出来。哼，你记着我的话，洞河一上洞，红军就会把咱们撵到海里去。你们上哪儿去啊？我们到洞河沿洗澡去，就回来。这时候洗什么澡啊？不要紧，妈妈。上帝呀，上帝！在院子里玩玩吧，去吧。别上大道上乱跑，当心马踢着。知道。
你试看，你过来，我亲爱的，哎，给你告了一句，我的亲人呐、我是多么想你。我是你傻大婶阿克西尼亚，我是多么傻吧。为什么？你别看我，我不让你看。哼，你什么时候又变成这样了？从现在。好了，就这么写。你好，马苏特克。你好。前线去好久了，没几天。本来躲起来了，让米奇克给报告了。你说这是什么亲戚？他算什么亲戚？野兽，完全是野兽。他把科谢沃伊的妈妈用马刀给劈了，还烧了他们的房子。这么做就没有人管，谁肯管这些事儿，都自己顾自己。可惜我不在。哎呀，哥哥你可真健脑了，脸上灰里灰气的像只狼。自己觉着也是这样，我是老了，你也到了该嫁人的时候了。不过有句话得说清楚，你得忘掉米什科科西沃伊。我对他妈妈表示同情是一回事儿，你跟科西沃伊是另一回事儿。我要再听见你对他有什么心思，我就踩着你一条腿，像死蛤蟆一样，把你一下撕成两半，懂了吗？
你想哪天走？明天。有件事儿，这次我想把阿克西尼亚也带出去，你看怎么样？这有我什么呀？你想要带就带嘛，马反正是得多拉点。可别把伤寒病传染给你。得了，这不用你操心。嘚儿，叫！这回算完了。红军的劲儿怎么这么猛呢？好像一定要把咱们撵到海边，得让咱们的屁股沾点水不行啊！你笑什么？哥，秀山，格丽莎，真倒霉。格丽莎，啊，我在这儿呢，可秀山，快把门关严了。是他的老婆吗？啊，是啊。有孩子吗？有孩子，什么都有，就是没好运气。哎，天哪，圣母保佑他吧。这个活我说朋友，看在耶稣的面上帮帮忙吧，不能再往前走了，在路上会死的。把他留在你们这里吧，钱你放心好了，花多少都行。钱当然得花，不花钱谁能白伺候他？问题是留下他，他往后不知道会多麻烦呢。帮帮忙，发发善心吧，我一辈子不会忘你的好处。那好啊，你说吧，你到底能出多少钱呢？花太多了，你舍得吗？带的钱都给你。哎呀，怎么给这个钱呢？有尼古拉票子吗？没有。有克伦斯基票吧，这个钱有点靠不住啊。没有克伦斯基票。把马留给你行不行？不要不要。哎，是不要不要。不论白军红军，谁看见都得牵走，一点好处都没有。怎么干嘛干嘛？那都给你收起来。那我就不客气了。
咱们有用，现在没用了，那就滚他们的蛋吧。走，咱们走咱们的路。哎，快点快点，哎哎，别推我呀。咱们奔提比利斯，从那儿去土耳其，得想法逃命了。你怎么像哑巴似的？干什么去？我不去。你看。在外边住了不少天，回来了怎么跟我什么也不讲？有什么不好的消息吗？格林莎怎么样？他和你几时分的手？他带病走的吗？没有，他没闹病。这我先谢谢你，上帝他也不能一个儿子不给我留。我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大娘你不要太惦记他吧。病能扳倒他那样人吗？他结结实实像铁打的似的，这样人死不了。他没想孩子们吗？想您也想孩子们。孩子们好吗？孩子们都好。他爸爸潘特莱在撤退的时候死去了，就剩下了我们。愿他早进天国。好，再见。晚上没事的时候到我家里来说话，把你知道格丽莎的事情都讲讲。好吧，大娘。
你好啊，大娘。没想到吧？你好，你是我什么人呢？我能想到你，你跟我既不沾亲又不带故，总算是熟人吧？熟人可多着呢。我不是要住在你们家里，要住也办不到啊。杜娘在家不在家？收拾屋子呢，出来串门也太早了，正经人不会这么早出来的。想看看他我就来了，串门还用挑时辰？你是看，别拿话顶撞我。我究竟在什么地方得罪您了？你要稍微有点良心，也不会这样到我们家来。你还问这个问那个，是谁下的比德鲁？是你吧？是我。你是我们家的仇人呢，你还大摇大摆的坐在我们家里头装蒜。你好。你好。你快给我挑水去。舔着什么脸拿眼睛看？我没什么理由不敢看你。要是彼得罗抓住我，他会留着我吗？他也得毙了我。我们两个人遇在那个土岗子上，那可不是闹着玩，我们是在打仗，打敌人。他既然是敌人，我的手当然就不能留情。就是因为你太无情了，所以才这么瘦，良心上有愧呀。这没得话，我是因为发药子才这么瘦啊，大娘。我叫的哪份大娘？鬼子手，给我出去，给我出去。我再不想看见你。你记得米奇克吧？你们是亲戚，他是不是刽子手？格丽莎是什么人？你儿子你不提了，他才是个不折不扣的刽子手。你想上对岸去割草吗？别人都过冻河了。想过河可又没有船，我们的船放了半年都干裂了。早就应当把船放进水里。哪有人给放啊？
麻头子吗？也许还有呀，我去找找看。啊，你好啊，小伙子。你好。你做什么呀？我做什么？回头给你们补一补船。给我做个小耙子好吗？好吧。你怎么了？啊，我说小伙子，给我拿张破毯子来，我躺会儿。奶奶，奶奶，你是搁叔叔院里穿破毯子，他要躺一会儿，他直哆嗦。奶奶，你怎么不说话呀？明时刻，你把这床被送给那个反教的穷小子去，他是发药的，能不能送去？能送去。等一下，明时刻，怎么？别拿了。冬年，寨阔夫回来了。真的吗？真的，我去看看，也许有格丽莎的消息。你好啊，大姐，没想到又活的见面了啊。你回来了，斋科夫。闹伤寒病把你们这些人都给闹漂亮了啊。进来坐一会儿吧，喝杯茶，我老婆去打酒还没回来，咱们先坐下随便谈一会儿。你先看看波兰白军把我毁成什么样了。你先谈谈他。哦，知道，我要谈，他让我问你好。嘿，又哭什么呀？哎，糊涂女人呢，打死呢哭，没打死呢也要哭，总哭天抹泪的干什么？告诉你，她活得挺壮实，脸蛋吃个溜圆。她跟我在诺沃罗西斯克一块参加了布琼尼同志的骑兵军，编进了14师，后来让格里高里指挥了一个连，那是个骑兵连，我也编进了这个连，一块调到了基辅。他不能请几天假吗？哎，那根本别想了。他跟我说，他要一直干到把过去的罪赎完才行呢。他不能下战场，他作战有功劳，你们格丽莎也算够露脸的了。来，喝杯茶吧。不了，我。那就告诉大家一声，我回来了。啊哈！这是干什么？没什么，多尼亚。
我说让他走吧，你瞧他跟咱们好像成了一家人了。妈妈，让我嫁给他吧。又是这一套，我不能给你做祝福，不能让你嫁给他，那我就自己走。这样呢，剩我自己一个人跟孩子怎么过呢？家不就完了？让我嫁给他，要不我就自己走。外边的闲话太难听了，这样下去算怎么回事呢？当年你姥姥就用这张圣像给我做的祝福，你的都拿走了，我的也该拿走了。妈妈，你忙着准备这干什么？你想到死还早一点吧，上帝保佑你。到时候了，多照看孩子，你们等格丽莎回来吧，我恐怕已经赶不上了。为什么一定要去教堂呢？不去不行吗？别说了，米什克，就这样妈妈还不肯给祝福了，别争了。哎，多娘，我跟你真没办法。我的孩子，我的命根子，妈妈恐怕不行了。什么事儿，老头？这回你自由了。嗯，
请吧，派我当主席了。我上帝呀、啊！你交代吧。好啊，我的朋友，你先接收文件。这儿还有文件，这儿也是文件。我再给你。瞧，村苏维埃图章都接过去吧，我怎么干得了啊？已经80岁的人了，早该去朝见上帝了，怎么能当村主席呢？秘书在哪儿呢？啊，我说秘书在哪儿呢？秘书在地里种大麦呢，草都不见影了，文件来了你牵着狗都找不见他，在这儿摆着就是没人念。我呢识字又有限，文件看不懂，字也不能签，我就是会盖图章。这就是村上的全部财产，现金是一分钱也没有。给村苏维埃政权当主席又不能拿权杖。你想拿，我把我的手杖给你吧。老爷爷，你的交代就算办完了吧。你请回吧，回家歇着去吧。什么？你可以回家了啊。好啊。认出来了，你是科西沃伊，是米什卡科西沃伊。对，是我。好，再见。走吧走吧。你怎么了？格丽莎回来了。我祝你愉快。米什卡，你回来了。你好，咱们好久没见面了，好像隔了100年。真是好久了，一路辛苦吗？谢谢吧。咱们接亲戚了。是啊，你脸上的血哪来的？啊，没什么，刮脸碰破的，不要紧。啊、哦、哎，你干什么？我想找一个人来帮我宰只羊，给俺老习惯欢迎你哥哥呀。等一下，还有个事儿，你去找一下 Jacob， 让他把埋地里的酒挖出一瓶来，他对这种事儿比谁都高明。晚上请他来喝酒。女主人，格里高里潘德莱维奇，格里高里潘德莱维奇，给我摘下来，我的老朋友。啊，真没想到还能活着见面啊。哎，再不走了吧？这回不走了。最后你当了什么官？最后我当了副团长。那怎么又让你回来了？用不着我了。那为什么呢？不知道，恐怕因为过去。哦，米什卡呢？在小棚子里吧。上月他们把连布奇科夫给枪毙了。这是真的吗？我还骗你。杜家，回头他。好啊，指挥官同志，
为这高兴劲儿，哥俩喝一杯。可秀山，进来吧，坐下喝两盅酒。你们好。你好。你好。你好，可秀山，请坐，请坐。喝点吧，可秀山，咱们一块撤退，一块喂过狮子，为咱们格丽莎干一杯。别听他的，邻居，他有点喝多了。恭喜你回来格里高里潘的莱维奇，杜尼亚，恭喜你愉快。恭喜你伤心吗？啊？恭喜我高兴，我很高兴。那端起杯来，一滴别剩，都喝干了。话说得漂亮，酒也喝个干脆。漂亮，谁要喝酒不干脆，就像拿刀子扎我一样。你呀，米什卡，酒上可太不行了，比牛犊子喝水还笨。对喝酒我不敢说内行啊，可我见过这么种酒，还没等你打开盖儿，就像疯狗嘴一样往外冒白沫，这绝不骗人呢。有天晚上喝这种酒，差点没把我醉了，连着从马上掉下来三四回啊。你怎么样？怎么说呢？你来吗？来。瓶子就扔这儿吧，带空瓶子往回走多没劲儿啊。一到家呀、啊、我老婆就得给我上刑啊。嗯，你还能走到家吗？走不到我往回爬，我不是哥萨克吗？格里高里潘德莱维奇，我真不愿意听这话。再见。怎么样，米什卡，谈谈吧。好啊，总觉着味儿不对。我回来你不太高兴是不是？对了，有这么一点。为什么？我有点顾虑，往后我要自食其力。不是说这个。那你顾虑什么？咱们是敌人呢。过去是，将来也还会是。我不懂了，为什么？你把我们人杀太多了，在这件事上我不能轻易放过你。过去的事我忘不了。你记得也太清楚了，你杀了我的哥哥，我对你并没有说过什么，也只有豺狼才这么记仇。假如说现在这里不是苏维埃政权，而是士官生的天下，你能这样吗？你会把我脊梁背抽出沟的，
现在你可真善良啊。也许会有人用皮鞭抽你，我可不能为你弄脏了我的手。看起来咱们不是一样人，我生来就不怕因为敌人弄脏我的手，需要的话我可以连眼睛都不眨。你还喝吗？喝吧，不然太清醒谈起这种话更不好。没事，米什卡，你怕我会参加暴动反对苏维埃政权吗？我什么也不怕，不过我这样想，一旦要有个风吹草动，你马上就会倒向另一边去。我哪边也不想倒了，该干的我都干了，我不想再去替别人干什么了。我在战场上混了大半辈子，精神上也够苦恼的了。往后无论革命还是反革命，我都不想干，都给我离得远远的。我就想跟孩子们在一块儿过过日子算了。这行了吧？不，朋友，还不行。人家苏方委员会可不会问你想干什么和不想干什么。你几时到约申斯克去自首？三两天就去。干嘛三两天？你明天就去吧。休息一半天不行，我跑不了。这谁敢说呀？我不能为你担责任。米什卡，你变得这么狠毒了。凭什么说我狠毒？这种话我听不惯。当军官的那些臭习气还不扔了？你明天去自首，又躲躲闪闪不肯去，我就派人抓你，懂了吗？现在我算全懂了。格丽什，你的头发怎么白了这么些呀？你可真见老了。那些年你是什么样啊？来了四个人，听他们几个人说话的意思好像是要抓你。谢谢你，妹妹。拿面包来。不要整的，要碎的。你快走吧，别让他们发觉你。再见。会来信，在考夫会找你，把门关好，有人要问就说我到镇上去了啊。
格律医师，你是什么人？共产党吗？快把手拿出来，要不我砍掉你脑袋。前面走。上哪儿去？到了就知道了。把手背过来。你们是什么人？我们是政教徒。走吧。买了货。你们好。你瞧，这可真是那句俗话了，冤家路窄啊。你从哪儿来？你好。你好，把大衣脱了吧，坐下。你在哪儿被我们抓住的？离村子不远。想上哪儿去？走到哪儿算哪儿吧。你还以为我们会把你送到叶申斯克去是不是？不，朋友，那条路我们也断了。别害怕，我们早已经不给苏维埃政权干了，跟他离婚了。我们想把哥萨克都发动起来。别一劲在那晃悠了。我说谁呢？据我们知道，到处都在战争，到处在暴动，西伯利亚、乌克兰，甚至连彼得格勒都闹起来了，要塞的海军也暴动了。叫哪儿了啊？叫什么？格朗施塔德啊。对了，真笨，你累了吧？你怎么想呢？说吧。让我说什么呢？你跟我们走。你总不能在外边漂流一辈子吧？你这个话说得很对，我没地方去了，怎么办呢？加入你们这个匪帮。我们是匪帮？这什么话？这话你太不像话。你可不能这么说。谁说这是匪帮？这个名字是共产党给起的，你怎么也这么叫呢？就是瞎话。这是起义的义勇军，对，正派的军队。对呀，我们是正规军。那这样好了，怎么样？我把我的马给你，我另外还有一匹啊，红胡子的。哥萨克们，你们大家一定感觉到了，
现在苏维埃政权给了你们这些人多么重的负担。如果你们不推翻苏维埃政权，那你们就将遭受到彻底破产。你们好，你好。你看我的队伍，有什么力量能把他们给打败了？啊，苏维埃政权要完蛋了，那你们呢？是吗？我们从今天起给你们取消了余粮征集制，往后再不用往收粮站里送粮食了，往后再不用养活白吃饭的共产党，你们的粮食把他们都给养肥了。这些事情以后绝对不会再有，现在你们自由了，武装起来，拥护我们的政权吧，哥萨克们，乌拉乌拉乌拉。光说你们的政权好，肥皂怎么没运来呢？你们吃谁种的粮食啊？没有我们，你们还不得挨家要饭吃啊？他们的马刀倒是挺快的啊，杀咱们的地杀的挺麻利的。我说的是啊，别听他们，怎么能不送粮食？今天你们在这儿，明天打着灯笼都找不着你们，我们怎么办？不能让男人跟你们走，自个儿打吧。对，你们自个儿去打吧。我们不想冒动，没有用，现在根本用不着，我们得收庄稼，不想再打仗了。瞧啊，梳着两圈小黑胡子，骑着匹马到处骗老百姓，装的可倒真像啊。红脸的，你怎么不说话呀？我说的不对吗？快住口吧，马脸娘们，你敢在这祸乱人心，让波士威给传染了，糊涂劲儿真欠打。我马上就叫人撩开你的裙子，用枪探子狠狠地打你一顿，你就会明白了。嘿，你没见过这个吧？你想打我？你胳膊还嫌短点，你还不配，就会在家门口打妇女们，你算什么英雄啊？住口！上房，红军来了！站下，回来，别后退，回来，回来。不能认输，不能放下武器。坐下说会儿话吧，强盗。我是有理想的反苏维埃战士，你怎么偏管我叫这个呢？他叫得很对啊。对，你明白吗，混蛋，我在为理想做斗争。哼，你可别叫我恶心了，你还有了理想了。你是个地地道道的土匪，不管苏维埃政权是个什么样的，可他从1917年就成立了，谁要是出头反对他，他叫我说他就是强盗，吃起来就没完了。不光是你自个儿，这儿是四个人，少一个剩三个，还能多分点。干嘛？怎么
你要跑？离开你们不能算跑，走我是要走了，谁也拦不住。格里高里，你干什么？我要开枪了。开枪吗？有声音对你们也不合适。进去。真想不到，你怎么回来的？你从哪儿来？抓着你怎么办呢？跟林山。别害怕，抓不住我。跟我走好吗？去哪儿？上南方，上库班。再远也行，能够生活，总能吃上饭吧。什么活也累不倒我。我的手想干活，不想再打仗了。跟我走吧。你说的什么话？亏了你这么想，我跟你去，跟你爬我也愿意。没有你，我活不了了，格里什。别哭了，别哭了。孩子们呢？先留给杜娘，将来再接他们。走吗？哦，格里什。给我。还记得咱们那年上压高的闹一庄园吗？那时候你拿的包袱比这还大一些，咱们比现在也年轻。格里什，你背颗枪干什么？带它有什么用处？扔了吧。再走远一点就扔掉它，全扔了。可就是上马吧。骑马能骑得了吗？上帝，有马骑总比走要好得多呀。等出了这个山沟就走慢一点，那就不太颠了。好，走了。站住！什么人？快走，可修山，你贴在马身上。走吧，这回打上了。你说句话呀，你怎么能这样？Thank you.
在干什么呢？这是谁呀？老婆。你要到哪儿去啊？找个没有本钱的买卖。你跟我一块去吗？跟你去。走吧。那你想上哪儿去啊？想回家吗？回家。你把马骑走吧。感谢救主。祝你平安，祝你平安。儿子，儿子，儿子。